怀旧老歌。朋友，感谢大家啊！今天呢也是荣幸呢来到我们的一年舞台秀啊，我们的阿黑大哥给我这个机会呢来到这里，当然希望大家今晚在这里呢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晚间时刻啊！希望什么事啊？没有啊？喂，阿国啊，你不是我讲的啊？哦，你改哈、啊，对，我哦，我一波不是一把我照出来了，喂，上来牙兵枪是杜刘吧？嗯。哦，还是谢啊，没有，因为好吃好睡嘛哈。所以现在年轻人啊，等短哈，加一加他嘴了不？哦，不过慢慢消化就可以了，只要做一点运动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安排的第二首歌曲呢，带来的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。其实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我本身非常喜欢的，是有一点比较慢啊慢节奏的一首歌曲，带给大家一首早期的一首李茂山有唱过，还有李毅也有唱过的一首歌曲，带给大家一首《明日天涯》，心里你喜欢就喜欢。静静听着。当我闭上眼。
好了，一天大概两首，我还有一个提醒，大哥。好了，接下来。